我给大家看点东西。那是我离开家那天，我没送我的一朵花。花虽然干了，可香味还在。给。希望将来。 盖房子，生小子，我喜欢闺女。我也是。我来不及告别，只听见风声召唤。等穿过这片荒野，理想就会实现。黎明前，先握紧双拳，我已足够勇敢。 别怕，不能再相见。胜利了，我就回家。我曾经触摸他离去的背影，渐渐的走远。我终于变成他，有太多留恋，却走进硝烟。和你给的话告别，出发前再让。 希望他能回到你身边。杨大姐，走，下来，给全员拍张合影。待会儿你把喊电影，把牙都给我呲住了。啊！看到这个，杨大姐，三、二、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他们的亲人需要知道他们牺牲在哪，他们是怎么牺牲的。 你们拦着我，难道是希望我和齐晨赢了，大家把他们彻底忘了吗？就让号角响起，我不怕此生短暂。不知道我的鲜血够不够点燃荒野。不要哭，你也要勇敢。就算是还原了，这一定不是离别。别怕。 请替我好好的守护他。你听到了吗，李想，李想？不管还剩多少人，你把姨夫给我带回来。军长，我们回不来了。